2024年第一银行 iDeal 数位账户有哪些优惠呢？让汉克一起来带你探索。首先，它的活存优惠是继续维持一整年的，也就是你今年度一样继续可以存120,000活存内 2%。这样子的条件来说还不错的， 2% 的话，数位账户活存中算是中段班。那但它因为无条件嘛，所以就是无脑存就可以了。那跨行交易优惠的部分一样维持每月跨行转账、跨行提款各10次免手续费。也就是如果你想要从 iDeal 账户转账到其他银行的账户的话，是免手续费的。还有一个优惠是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 iDeal 数位账户的话，那记得透过留言处汉克的连结来开户。你新户开户成功后登入网银，可以享有100元的现金。那如果你是原本就有第一银行的实体账户的话，也可以享有50元。那这个优惠是限量的，心动的话不如马上行动。那更多 iDeal 的评价的话，可以点影片下面的连结来探索哦。